这版本有什么憋机吗？那憋机壳是吧？啊，在这儿吗？那我就用左键了。而且有个问题，就是人类有为生而生，你的5%其实影响并没有那么大。兄弟们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他妈之前就想过这个屌技能，因为人类有为生而生，这个5%其实没那么明显，就没那么明显了。我之前说过这个问题，我后来忘了。哇，这么僵硬呢、啊！头顶有人。打到80%看一下效果就知道了，感觉效果真的很，只能说不能说那个吧，只能说很一般。真的，这种屠夫他不没必要为敌而敌，你看就用右键这种位置，完全没必要为敌而敌，对吧？很多地方都不需要这样去叠的。
我打了这么久啊，我就每刀尽可能用高效率拿，我感觉这样子还没都还没有跌到八三。为什么要升？我他妈加5%，他这个飞出去了。他一个为什么要升都感觉我加5%都没他跑得快，真的。我加5%不能他加3%。斩杀了。还是右键好用一些。魔丸也差不多，魔丸那个右键是压迫，魔丸右键压迫这个东西右键是不能压迫的，它一按就出去了。压迫人类可以刻意叠，这玩意儿跟魔丸有点不一样。减速还是有一点点的，这个减速惩罚少一点比较。哎呦，这个东西的洞穴太变态了，它洞穴生成的位置都是电机附近，开局往这里面一装就听声音，移动这么快。
萎了，我靠，就因为这个东西。多么好的开局啊。要是不萎我无敌了直接。开局的点位板一封随便冲。哎，这里有人。搁这玩喷火器是吧？他掉了吗？那样子他应该是掉了，600的拼。哎呦，完了，这层代币叠不到了，太近。悄悄摸摸在这里等着。萎了，我靠，难受的一逼。春希望炸了，分板还没炸。哦，这里能看到人类的地下，还能侦测到人类的走的位置啊！哇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像这种拐角出来的右键怎么博弈吗？只能提前舍。都在关键位置放喷火器，那没人修机。重点来了，没人修机。秒杀！哎，吞噬希望在的吗？吞噬希望活着，分板炸了。操，没注意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要踢板了。你也没怎么样嘛，你也就这样嘛，你这玩意也就这样吧。这个传洞口有 bug 的，有些洞口会传得特别慢一点，有些洞口会传得快一点。哇，在这狭窄的空间里这样子走，感觉好压抑啊。
哦，老，老 baby 简直就是，我吞噬希望在哪儿啊，兄弟们，我吞噬希望在哪儿啊？啊，在那儿看到了。我刚刚看到头顶有人，但是我当时上不去。啊，混子，我这东西找人真好用。这有人，你看，这有人，你看，有个人在蜻蜓点水。这个东西还可以手屠城，好变态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如果要手吞噬希望的话，他就在这附近，他在这里巡逻，然后就看上面，你看你看，那有人来了。在这边不是，哦，他被关在里面了。甜蜜双排。当
这不是右键宽度变宽了啊。感谢四一，感谢美女，感谢老板的一万护币，感谢。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。这个时候封窗感受一下，其实也还好吧，我感觉好像没有很夸张。你他妈的，老子用尾巴给你一个嘎巴，直接给你打掉。他这个判定好像变了，这个尾刺判定并不是我打的准或怎么样，这判定变了。老子一个尾巴给你一个嘎巴。哇，这屠夫在这种地方就不讲道理了。不想拿尾针打他，一天天的不干正事，在这里拆我的图腾。这东西蹲下去的时候心跳多大呀，我怎么感觉这帮人好像听不到我心跳一样的。24加个剑打16。是减心跳的，我记得，依稀记得减心跳的。
人这么多呢，告实庆。我蹲下来你就死定了，我蹲下来你就死定了。什么东西啊，养养，生一个吧。不用养，生一个。对，自己生一个。这个东西找地窖也挺方便的。应该方便吧？啊？听不到吗？这玩意儿地窖声音听不到吗？我刚好像装上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什么印记一样的东西。人在这边。我操！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走这的时候都没听到啊！什么鬼？双。